然后我再剩下四个弹匣，刚试的五个，现在还有四个，应该我还提下弹匣，什么只有九个，还在找。先设四个，然后这个稍微这个 BB 弹的瓦斯量稍微灌多一点，可能尽量到五克。好，其实天气比较冷，有时候很难灌到五克。好，好，那一样计时个十秒。好，各位 made ready。确认一下，然后那个没打完，没打被后顶就麻烦。这四个后面这几个是比较新的啦，所以比较舍不得摔，因为当备用的。A 就是备用，都有哦，都没有沉弹，没有说打到一半后就后顶。好，来看吧。来，这是沿着墙面的一个，大概这样下来的货，这个圈圈在哪里？大概当腕可有两颗吧，这样感觉上。哦，那大致上在右上方。好，那再来是我们的最远的吧。先看有没有 miss 的，目前看就是上面这边，其他地方都还好。那近看，好，所以刚刚在打感觉也还 OK 哦，就是我对我自己来讲还 OK 啦，还 OK， 就是
算满意啦，但是后面能力之下在加强，不过都还在靶内。哦，那个弹丸。然后再是我左前方这个比较近的算攻击靶，都是硬一个凹，一个在外面弹丸。然后再是这个红色旗，就最前面的攻击靶。那个一二三四五六，六个，这可能算是七哦，七个当万，然后其他到一边，然后所以我变成我是不是举枪之后太快射变偏低啊？还在举枪到一半就射。哦，好，到这边，拜拜。